kick kick， 啊来 kick 来 kick。大家好，我是 Crazy Baby 小风面仔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做一个 video 关于50 subscriber 回馈的 Q&A， 就是你问我答啦。OK， 刚才中午我在那边 kick 嘞 ，kick ki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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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嘞？就是我们的 Q&A 的 kick。现在呢，我就来解答你们的问题啦，就加起来一个人就是问题。接下来就有11题 ，OK， 现在开始吧。第一题 ，Henry Hunger Monster 老张 ，OK， 他就问一起实况可以吗？当然是可以啦，我没有讲过不可以。No 嘞，我就是很想和你们其他的 YouTuber 一起合作啊，实况组一起实况游戏呢。然后你又没有人来找我。所以如果你要跟我合作，你就可以来 inbox 我咯，因为我知道我 Facebook 也 add 了你 ，OK， 你也可以来找我啊，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，也可以实况什么游戏啊，大家一起有的游戏或者是免费的游戏啊。然后第二题，暴风黑暗，为什么你要叫 Crazy Baby？Crazy Baby， 6 and a half hours later. 给我想一下。喂、啊，我的 kick 回来了。就是呢，因为台湾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做《综艺玩很大》，然后里面有一个成员叫做 Kid， 封面仔，然后台语就叫做笑柄呢，就是封面仔一次啊。然后我就很喜欢他的搞笑的那种作风啊，所以我就改他的名字，就变成叫了一个小字叫小封面仔。然后 Crazy Baby 是从华语翻译过来的。嗯。第三题，东小小东，我朋友的弟弟啊，也是实况组来的。Why you start YouTube？ 为什么你开始实况？我为什么要开始实况啊？现在我看到老吴他们啊，好像老吴双星啊，然后那个 Crayon 啊，还有很多很多实况组，他们拍游戏，然后可以让很多人都很快乐啊，我看起来也是很开心啊，都很搞笑啊，所以我也想为了让大家更开心，然后就开始拍我的影片哦。然后也要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然后我才会持续下去我的那个拍影片。然后另外一题 ，Do you have a girlfriend？No，Are you gay？ 你觉得呢？我 gay 的话，我一定去找你的，跟你讲。所以你记得晚上记得要锁门才睡觉，不然，哼。OK， 我们再来下一题，梦想。你读什么学校？我读一间来自亚洲的马来西亚半岛的吉隆坡的市区中间的一间中学。2000 years later， 名叫吉隆坡中华独立小学。哎，什么小学？中学。OK， 下一题。The Salmon XXX 江头 X， 你认识我吗？还来多一个 XD 什么意思？这样，那眼睛可以打叉是吗？你打叉给我看，你打叉给我看，我认识你，这么不认识你？我们学校朋友，其实他是我学校朋友。下一题，尊严 Tom， 你为什么要当实况主？然后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哦，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啊，然后也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，我才会持续下去做实况主。下一题，
Fire God 火神，这个也是我朋友。Okay, 他就问 ，Are you gay？ 你是同性恋吗？哎呦，你认识我这样久了，你还不知道咩？哎呀，我星期一表示给你看我是不是 gay 啦，这样想要知道。下一题，陈文座 ，What phone are you using？ 他在问我你用什么电话？我用啊，很便宜很便宜的电话 ，Nokia 3310。又能丢狗又不会烂，十年都很难烂哦。你要烂的话，除非你去，我想不到怎样拿把它弄烂。OK， 讲真的，我用这 Lenovo S850， Lenovo 的电话又便宜又实惠。然后呢，我就不像些有钱人啦、用什么 iPhone 6 啊、iPhone 6 Plus 啊、6S 啊、6S Plus 啊。什么太贵了，我觉得不值得去买。然后 ，OK， 这题算是答完了。最后一题 ，Tom K K， 你几岁？我啊，我不是女人，哇，这样子可以讲哦，应该可以讲，可以讲吗？你又不是阿伯，当然可以讲啦。可以啊 ，OK， 你几岁？我今年14岁了，就初中二。还有可以玩电脑版 MC Minecraft 神奇宝贝模组吗？我也有在计划着要玩，那个拍实况的那个 Minecraft 电脑版的给你们看。可是呢，现在我还有两个 game 想要拍给你们看，一就是 GTA 5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A Survivor。然后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说你们比较想看哪一个 video 啊，然后之类的。Minecraft 我就会暂且延后到迟一点先了。我其实是我现在是有在玩，只是我没有拍下来给大家看的。OK， 今天的 Q&A 就到这边，此一题的问题已经答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 like、share 还有 subscribe。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下面留言。OK， 就这样子啦，希望大家之后还可以多多支持我啊。OK， 今天就到这边，拜拜。